今天有种就把我操爆。哇啊啊！我现在在用身体记录馆长的爱。OK 的，每道伤痕都代表着我跟他一段过去。有没有真的打算要真的瘦成帅哥？瘦成帅哥是不敢想的，是，就怕太帅了，那种少女会顶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对对，屏东的男生已经很没机会了。如果我再瘦下来，怎么受得了？那高平心就淹水了，你知道吗？馆长平常练那么大只，我跟你讲，他来了，我照样两三口就把他吃掉。你以为在这么多器材面前我就会怕吗？今天有种就把我操爆，不然我跟你讲，只要我站着离开这个馆，他在台北就不用混了。好，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重量级来宾，真的是很重量级的哦，真的是很重量级，然后也非常非常红，然后也非常非常活跃。可是我觉得他很可爱，来，我们介绍我们的蛇丸。耶、yeah, ！大叫蛇丸哟，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林口找我们馆长，直接抄起来了啦！抄起来！我跟你讲，今天只要我站着出去呢，不要讲话好了，他在台北就不用混了。没关系，你说你说一下，站着出去怎样？他在台北就不用混了。只要我站着出去，就代表今天我们馆长不够努力。对，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我就没有想着要站着走出去，你知道吗？你想要被人家扛得出去？可能就是助理扶着我回去饭店里面这样休息。对对对，绝对不想靠自己的双脚再走出这个馆长。那你现在体重多少公斤？这个要出自在荧幕上讲出来吗？可以跟你不讲哦，就是可以透露一下。当然是馆长问的呢，我就是如实的相告。是，现在大概145左右。145。欸、很稳哦，很 easy 哦， easy。哎，好丢。好，我给你喘一下，我们休息一个两分钟。OK， 两分钟，舒舒服服。接下来到140了哦。啊，再那么快、啊。OK， 到140，我们就半趟就好，我们不要走完整的， okay. 我们就让你多喘一下，多喘一下。现在心率，你心率恢复再跟我讲。你现在觉得爆爆爆吗？哎、欸，对，现在稍微有点哎、欸，感觉到心脏在跳的感觉。是。对。然后待会直到你不喘为止。不喘为止嘛。差不多两分钟、三分钟左右。好。对，蛇丸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去健检？有没有真的打算要真的瘦成帅哥？瘦成帅哥是不敢想的，是，就怕太帅了，屏东的少女会顶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对对，屏东的男生已经很没机会了。如果我再瘦下来，怎么受得了？那高平心就淹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如果你吃便当，你都一定要吃几个？你觉得才会饱？一般的便当，我好奇。一餐的话，一个半到两个之间，那也很正常啊，一个男人。对啊。很正常、啊，一个其实是这样，其实所以但是你一天要吃很多餐是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你很会饿吗？还是说我很会饿，但是我现在都尽量控制自己，控制对，就是大概一餐这样子，一餐去处理，不然之前160太扯了，160那时候身体很不舒服，对对对，后来有稍微拉回来140，那一天大概就是两个便当差不多。其实大家对我呢都一直有个误解，是、欸，大家都以为我吃很多，哎、欸，其实还哎、欸，其实不是，不是长得胖而已，对对对对。哦，跳狗链的，有看到没有？我们蛇丸真的是可以训练的人了，他真的是可以训练的。今天对他有点太慈祥，他是可以训练的。啊，他真的是可以练的，翘起来是正常的。就是你重心可以再抓低一点，再抓低一点，就是再下去一点，他就不会翘了。哦，然后往前推，不要往上走，对，往下走。好，我们这个动作就结束掉。我们给蛇丸喘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喝个水。对，喝个水。接下来进入我们核心的单元。OK。有感觉啊。明天特别有感觉，那没有关系，就是馆长对我的爱，是爱的负担，你知道吗？喘一下。我现在在用身体记录馆长的爱。OK 的，每道伤痕都代表着我跟他一段过去回忆。嘿。所以你未来想要再尝试怎么样的一个？哦，你说影片吗？哎、欸，其实你最想要做的，但是现在没办法做的。如果呢，我想挑战一下，像是演什么黑道片啊什么的嘛，去演那个 Aniki 啊嘛，被枪杀什么、啊、舒服，就喜欢演这种被 bang bang 两下，然后躺在地板啊。为什么？就是你想要演电影，也想要有这个冲动，想体验一下。没有到演啊，那个演了太多天了，太专业了。对，想要客串，哎、欸，就是人家找你去客串。哎、欸，对，有一个明星梦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 YouTube 现在看 YouTube 反而比较多啊。对啊，就是一个
一个像国片好像也不一定每支，除非爆红嘛。哎，对，就是一个新奇感啊，就是想去体验一下。它主要还是放在 YouTube 这一块，那当然会希望说，希望以后可以拍出更多就是好笑的影片啊，有趣的影片。我最大的展望就是，可以把欢乐再送给更多人。我认为今天我会有这样的成就，都是粉丝给我们的，并不是我有多厉害。是啊，是粉丝刚好就喜欢上我。Nice。对，我认为是这样子，是我之所以有影响力，是粉丝给我的。并不是我本身有影响力，是因为健康问题啦，还是希望十万可以变成一个未来搞不好变型男，瘦整个瘦的变，我觉得他有支持，搞不好他以后可以练得很壮。嗯，我觉得真的有，只要你愿意啦。对，努力一下。觉得不难，又觉得现在又年轻，三十岁而已。对，其实认真讲是29.7岁。Nice。大家不要看这个哦，这很累。好，累了就可以停哈。多大累是不是？对。Nice。那待会谢谢馆长，可以吃一些，赶快去补充一下营养。好，你待会应该蛮饿的。对，如果来之前有吃个东西，对对对，你待会还是会蛮饿的，好，但是比较想要吃一些比较，但不要吃太油就好。好，好 okay。 今天来的总体感是超累，还是会累啦，还是会累啦，是心灵上的满足，是，对，现在就开始有点喘啊，是，等一下在这边好好躺一下 ，OK， 对 对， 對，我们还是很感谢我们蛇丸，嗯。这么优秀的青年哦，我们其实很多观众都很早之前就在敲你来，对对，那其实我们蛇丸终于出现了哦，对，然后我也觉得，蛇丸，我刚开始认为蛇丸应该，我抖，因为想说你可能体重比较重，我抖，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，有的时候人不要看外表，真的是男人的意志都拿出来了，而且比很多人都优秀，比很多人都优秀，是吗？谢谢馆长。